道美综合报道，前天芒草乐基二，去年梅开二度，闪嫁食品大神 INCHU 向两口日前赴墨西哥度假，他在 Instagram 分享比基尼照，却被发现腹部出现一圈肉，整个人丰腴许多，一发怀孕传伴。见他出席活动，听闻此事立即大笑否认。乐基二二月穿上黑色露肩连身裤出席品牌活动，他透露刚从美国回来香港，之后还要赶回去拍烹饪书，聊到先前的兔肚照被指怀孕，他立即大笑否认，也亏老公不太会拍照，可能是角度问题。乐基二坦言肚子的肥瘦是真的不会太在意，也强调舒服健康最重要。至于导人进度，他表示有生宝宝计划，目前还在努力，因工作过于忙碌，时常飞来飞去，希望今年有好消息。乐基二二月现身聊生子计划，反射自 Instagram 乐基二在墨西哥度假时被发现腹部出现一坨肉，一发怀孕传伴，反射自 Instagram。